新北市瑞芳区的山寮飞场是遥控飞机玩家的练习场地，登四角亭步道可以来此停车，也可以搭公车从大寮公车站步行约15分钟。我们从山寮飞场经过严家古厝，登四角亭步道，回程 O 型环绕走三坑子步道下山。走一段产业道路，严家古厝入口在道路左手边。基隆严家是日本时代台湾五大家族之一，以开采金矿、煤矿起家。严家的祖居地福隆居目前正在进行整修。步道入口位在私人巷弄旁，来回需要90分钟。这是古厝外围的砖墙，四角亭步道也是赏红步道。四月中下旬可以看到满山遍野的桐花。泥土山径先陡后缓，还有四角亭埔山观景平台，这里又称过岗山，可以展望基隆山、乌尔茶湖山、快速道路以及瑞芳一带。新北市定古迹四角亭炮台到了，左侧是回程的三坑子步道。四角亭炮台旧名深澳堡垒，从明治34年、废时2年兴建，用于护卫基隆港，炮口面向基隆河及瑞芳，防止敌军从瑞芳山区进入，是台湾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内陆型炮台古迹。
沿碎石路往下走，可以通往天外天墓园入口。沿途桐花如雨下，白色的小花铺满泥土山径，增添浪漫气息。约莫十分钟抵达出口，有洗手间及少量停车位。这里开车可通往基隆市区，我们折返。回到弹厂装药调制所后方的运炮坡道上行，哨兵社旁的小路可以前往四角亭炮台山。我们继续前行，往高炮台炮座区。走小环圈下山，尽头通往石阶梯步道，回到低炮台炮座区，取右，走三坑子步道下山。三坑子步道整理得干净好走，大多为整木阶梯和泥土山径交错，距离登山口只剩下400公尺。这处有围篱的山径，桐花更多了。即将抵达三坑子产业道路端的登山口。沿四角亭埔路步行约20分钟，抵达山寮飞场，结束行程。